同事加油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有录到，有录到。好，你今天是参加哪个项目？健美、健体跟古典都有，三个。三个。对对对。古典是哪个健体还是健美？古典形体，那个我就没有。哦，总共四个嘛。嗯，他现在后来多新那个我就没报。哦，新增加那个我没报，但是古典形体。对，古典组对。所以古典形体你没有？那个我没有报。哦，就一般传统。哦，你是对古典形体还不熟悉，就是？还没那么熟悉。哦。因为听说那个项目是要真空腹啊。哦。特别需要去有真空腹，强有真空腹的话会有一些加分的效果。那你参加三项不会累吗？没有，就反正就一次报名就全部报上去。哦。应该可以出去了。是吧？